大家好，我是蔡律师啊。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2019年12月绿卡排期更新和分析展望。美国国务院呢，在2019年的11月中旬公布了2019年最后一个月12月的绿卡排期进度。现在呢，我们感觉每个月呢公布排期的日子越来越晚了，以前有的时候在10号、11号，现在往往要到15号、16号。这是美国国务院。而美国移民局呢，一般来说接下来会说啊，有两套排期系统，大家知道。那么移民局会用哪一套？是 filing dates 还是 final action dates？ 啊，这个前者呢也有人叫表 B， 后者呢叫表 A。但是一直到今天，等到现在啊，11月26号，移民局 USCIS 还没有公布到底会用表 A 还是表 B 啊。所以呢，我们等了一些时候啊，但是现在觉得不应该再等了，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视频啊。那么表 A 和表 B 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在2019年12月里，申请人如果人在美国提交485的时候啊，那么是按照哪一套的排期进度来决定能否提交485，看这个 filing dates 还是 final action dates。 在11月和过去的10月里呢，移民局用的都是 filing dates。下面我们两套排期都看一下。对职业移民来说， EB123 类别在12月呢和11月相比 filing dates 没有变化。那么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EB1 是2017年的9月1号，换句话说呢，就是从提交140到提交485的时间呢，对于 EB1 杰出人才类别大概要等两年多的时间。EB2 包括 NIW 排期 filing dates 是到2016年8月1号，就说从提交140，不管140判定多久，到提交485要有三年多一点的时间。EB3 呢，排期到了2017年的3月1号，如果考虑到有这个 PERM 步骤，那么大概也要三年多的时间。以上是 filing dates。 那么关于 final action date 呢， EB1 现在排期到2017年的5月15号， EB2 呢是2015年的6月22号， EB3 呢是2015年的11月1号。以上呢都是职业移民。那么对于亲属移民呢，一般来说移民局用的都是 filing date。我们知道呢，美国公民的配偶、父母还有未成年子女这些直系亲属不需要排期，如果人在美国可以130和485一起交，如果人在中国呢，那么要先交130，批了再办移民签证。最近几个月以来，包括下一个月2019年12月，绿卡持有人的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不需要排期，因此呢，和绿卡持有人结婚可以是取得美国绿卡较快的一个途径。其他的亲属移民排期情况呢，美国绿卡持有人如果要为成年21岁以上的未婚子女申请绿卡，排期要4-5年的时间。美国公民为兄弟姐妹申请绿卡，排期现在要12年以上的时间。那么以上是排期的情况。对排期的分析呢，我们看到呢，对中国申请人 EB2 和 EB3 类别呢，排期目前比较接近。我们估计呢，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两个 category 排期呢也还会继续比较接近。为什么呢？因为 EB3 类别呢可以升级， EB2 呢如果是 PERM 类别的可以降级。我们有一些客户就是这样的，因为存在这样的双向的流动，所以呢估计排期时间会比较接近。 EB1 的排期呢，估计在今后一段时间呢，可能还会前进的比以前稍微快一点，会比 EB2 包括 NIW 要快一些。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呢，是现在 EB1 呢批准越来越难。这个呢，大家从自己的感觉、观察、了解的情况，以及 EB1 批准的数字等等，都可以看到。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呢，虽然这一个 category 排期快一点，但是呢，如果你目前的140在这个 category 没有批准，大多数申请人来说呢，可能不能够把希望只寄托在 EB1 上面，建议呢同时考虑申请 NIW， 或者呢先申请 NIW， 以便有较早的优先日期。那么具体的理由呢，我们此前在微信公众号文章和视频讲的2020年你要申请 NIW 的10大理由，这里面呢已经讲得很详细了，可以参考。好，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2019年12月最后一个月绿卡排期分析和展望。